Thank you.
家好，这里是山姆大哥道场，我是山姆大哥，心理咨询师、身心灵疗愈师，也是佛教、道教法师。我们的传承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儒教、佛教和道教。同时，我们跟全世界各个正信宗教都有特殊的缘分。我们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了传统通灵术协会 Traditional Psychic Association， 我们可以帮助每一位朋友跟自己所在的正信宗教的神明可以直接沟通。我想每一位朋友在探寻人生宇宙规律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经文，同样的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答案。那到底谁的理解和答案是最正确的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问自己所在的正信宗教的神明，他们会给大家一个最正确的答案。山姆大哥道场发愿立足中国传统儒释道，希望能够为全世界各个正信宗教的正法传承能够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也呼吁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我们今天将继续王凤仪言行录的讨论式学习。那么在学习之前，同样是邀请大家以自己最虔诚的方式跟道场师父做一个连接。大家请双手合十，跟我一起默念：山姆大哥道场坛上三清祖师，三清祖师，三清祖师，济公活佛，济公活佛，济公活佛，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王母娘娘，王母娘娘，王凤仪菩萨，王凤仪菩萨，王凤仪菩萨，山姆大哥道场坛上所有的师父，山姆大哥道场坛上所有的师父，山姆大哥道场坛上所有的师父，所有的护法，所有的护法，所有的护法，所有的兵马，所有的兵马，所有的兵马，山姆大哥道场灵界法坛所有的师父，山姆大哥道场灵界法坛所有的师父，山姆大哥道场灵界法坛所有的师父，全世界各个正信宗教所有的师父和圣者，全世界各个正信宗教所有的师父和圣者，全世界各个正信宗教所有的师父和圣者。我们今天将继续王凤仪言行录的讨论式学习，还请师父们多多的加持和帮助。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还是凡夫，都还有很多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梦境当中，这个起心动念的 很多的这个恶念，还请师父们多多的原谅和加持，也希望师父们多多的赐福山姆大哥道场，帮助山姆大哥道场。谢谢大家，今天第六章守目汤鼎开始。65守分圆满，我听王胜这样说过，是我40岁那年冬天，守坟快要期满。1904年农历正月三九二十七个月守坟期满时，对我女人说：“我这回守坟期满，再不能给你们过家了。我要出外劝世化人，也盼你们婆媳俩能立志化事。”她不同意，我便立志管自己。以后给我送饭来，我上完供就不吃了。1年3天。他们婆媳同意来到坟上问我又为什么不吃饭呢？我说你们知道我是从哪儿脱身来的？他们说不知道，我就乐了。我又问女人说你天天纺线做什么？她说为了织布穿做衣裳穿。我说人若是昧了命还用穿衣服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吧，我是从佛国来的，我要做佛国的事情。你们不赞成我劝世化人，我就要回佛国去了，还吃什么吃饭做什么？我说完了哈哈大笑，又告诉他们佛国怎样的好法，快乐极了，真比娑婆世界强得太多。不像这个世上又怕女人又怕孩子的，哪有福享，
他们说，我们听你的话就是了，你吃饭吧，手分七美。六家子训练堂人赶车来请我出山，直接到六家子训练堂，以后我就游走各地，专以度世化人为天职了。哎，好好的分享这一段啊。嗯，因为王舍人他这个成道就是悟出这个道，就是从这个守坟开始的嘛。但是他守坟期满了之后，他也觉得可能自己已经通了嘛，已经通了，通的话肯定要做天职。就是要劝世化人，不能再跟他妻子啊孩子啊就是在一起过家了，他就要去孝做天职，就是去游走各地专以度世化人了。嗯，对对对，刚开始他的女人是不同意的，看到没？嗯，对对对，这个开始悟道不仅仅是这个守坟，他实际上一直以来就是在悟道，比如说可能到这个守坟的这个阶段可能是做得更加的这个彻底。你看他的这个女人刚开始是不同意，不同意他怎么办？你看他做一件事是不是一样的，每一件事都遇到阻拦的，看到没有？嗯，都是这样子，都遇到困难，遇到困难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去再去克服这个困难，看到没有？哎，这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修道的这条路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你要做一个对的事情一定有很多的这个阻，就是说阻碍的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啊，如果遇到这些事情，大家要怎么做，就要向这个王凤仪的这个例子学习啊。就是、这样，徐菩萨也分享分享啊，徐菩萨。哎，好的。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王善人守分三年了嘛，三年已经到期了，到期被他。来老婆说他就不跟他们过家家了，就说有他要去外处劝世化人。对，就是盼他们也期盼他们婆媳俩能离世化心化世。所以开头爱人就不同意。不同意他就不吃饭，天天他送饭去他都不吃，就供着那就行了。后来他的爱人就问了为啥子不吃饭，他就在那说这人活爪子嘛，是意思上就说活计干什么嘛，这个吃饭医生说他们不同意了嘛，又要照顾老的，要照顾后人，所以说就做不到这个化心人的事情，所以说他就给他讲，然后后来他们就他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就说他是富贵的富贵来的富过来的要做富贵的富国的事。好好好好，你那个徐菩萨你分享的时候要尽量要简洁哈。就这里王善人提出一个重要的事情，看到没有？唐婷能不能看到？嗯，有哪一句是很重要的再讲出来。怎么样，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佛过来的。我们本来就是佛，你看到没有？哎，我们是从这个佛国来的，哎，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呀？就是要回到这个佛国，明白没有？所以这一世在这个人间，这个肉身啊，这个是短暂的，明白没有？最后我们是要回到佛国啊，明白没有？所以说我们在座的诸位，最后是要回到哪里去？哎，回到哪里？极乐世界。哎，对对对对对，最后直至成佛。明白没有？就是这样，哎，外婆，老菩萨，听到没有？要回到哪里去？我们要回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吧，去修道。阿弥陀佛，去见阿弥陀佛，听到没有？多念阿弥陀佛啊，多念阿弥陀佛，就是要回到那里去，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帮助你成佛的地方。明白没有？哎，这个肉身呐、啊，都是老的，看到没有？你看你已经那个身体已经朽了，看到没有？哎，这个东西这个最后要丢掉的，明白没有？
要丢掉的，最后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要去见阿弥陀佛，所以说要常念阿弥陀佛，佛号要不断啊。有没有？有没有常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一定要没事就念，没事就念，一定要念。要轻轻的。啊，外公也要念，听到没有？外公。还念阿弥陀佛。啊，一定要常念阿弥陀佛，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你最后要去的地方啊，一定要去，你要多念多念，到时候阿弥陀佛才会来接你。阿弥陀佛，为什么说阿弥陀佛来接你就轻松，轻轻飘飘，而且去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阴影满地，啥子都不愁去，对，就直至成佛啊，就是这样子，就不堕六道轮回的苦，就不会受苦。对，就你看这个肉身还要生老病死，这样子，这样啊，哎，老菩萨。听到没有？就是阿弥陀佛啊，一定要去，就是发愿，要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嗯，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不断训练自己，不断训练自己啊，也有时间的时间，也多做功德的事情。像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听到没有？也没有其他的任务了，就是专门做这个事，听到没有？嗯，菩萨也是啊，徐菩萨。徐菩萨专门做这个事情，要累积善根福德因缘，然后你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哎，西方三圣就来接你，是要训练自己啊，要够格，要够资格，否则的话，到时候不够资格的是师父也不会来啊，就是这样啊。汤婷去哪里了？汤婷，哎，好的，下面一段徐菩萨来念吧，徐菩萨，哎，我来念吧，好。66讲地化人黄善人说过，朝阳县六家子镇南下坎子村这个康庄市连庄市结婚一个月后，男人远走他乡，这个连庄市就在娘家久住，不回婆家去了。他的弟弟病了，请我去讲病，我问明白他家的情形，说你弟弟的病是从你身上起的，可是病根还在你妈身上，你是媳妇本分，虽然男人不在家，也应该时常回家探望婆母，能这样做，你弟弟的病就好了。我听算命的说，这个阴降阳伤，阳降阴伤，这个阴降聚阳，这个男女气伤。你是张家的长女，永不回婆家，这叫阴降。长男又哪能不伤呢？再说，你婆母领着几个女孩子在家度日，心里能不难过吗？媳妇应该和婆母同船难才算和你。你回家侍奉婆母，你父母时尚探望，这个表示亲切的感情。彩和你说到这里，他们母女痛哭起来。我见他们受感动了，又想他妈说，你知道你儿子的病你吗？大说不知道。我说你从前一定说过给你女儿另找人家的话吧。大说过。我说那就是你儿子得病的日子，你若能赶回，不但你的儿子病能好，你女婿不出白天也能回来。说到这里，母女痛到这个灶君前焚香悔过。不过不到一个月，他女婿果然回来，儿子的病也好了。这样这件事因我对于
这个阴阳消长，这个动脉变化都清楚，动静变化，哦，动静变化都清楚，所以才敢说这个，所以才应验这个清光绪31年1905年王三人42岁。对对对，你看这个家里面出了什么问题，看到没有？有没有找到那个病根在哪里？最早的那个问题在哪里？在妈妈那里。哎，那妈说了什么话？重新给你找个人家。看到没有？这个话好伤人啊，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他的大儿，他的这个家，他家的长男，他家的那个弟弟，就是生病的这个，看到没有？然后他把这句话伤了他的女婿，他女婿就走了，看到没有？走了，走了之后反过来他的儿子。他的这个儿子受伤了，然后 女儿也受伤了，因为女婿跑了嘛，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家庭是不是就把它分裂了？所以说大家就是这个起心动念说话一定要注意啊，每个人的这个角色，我们生来都是罪人，这个难言菩提罪苦众生，起心动念不是罪，所以说我们在座的诸位有没有罪？一定是有罪的，就是要时常忏悔啊，时常忏悔，哎，要看着。哎，所以说你那天那个唐婷，你那样子说，你那样子偷偷的给我说，你说多了会不会起作用？想一想，有没有？哎，所以说千万要注意啊！徐菩萨也补充一下，补充一下。哎呀，加可以啊！哎，这个就是这个脸张是，他刚结婚嘛，对，这个也是讲定化人嘛，就是说。这个年将是他刚结婚一个月，男人就远走他乡了。对。他的这个张这个年张氏就回娘家去住了，就不回婆家去，所以他的弟弟就生病了。这个请王三人去讲病，这个王三人就问明白了这个情况，说你弟弟的病。就是你在你身上起的，可是病根就在他妈身上。你是邪妇本分，就是说，他是邪妇本分的话，就应该在婆家待着，就不应该回娘家。对。就是应该，伺候婆婆嘛，就要和婆婆一起，度了这个难关嘛。所以说他就回娘家，就不找。婆婆不探望婆婆，对，后来这个王三人把他那个病根找到，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这个妈妈说了，这个连张氏的这个妈妈啊说了一不该说的话，看到没有？他要给他女儿另找人。他弟弟就生病了嘛，这个王三人给他讲，就说，你如果要唱回来，我的话，这个弟弟的病也好，她的丈夫也要回来，所以说他们就这个在那个悔过嘛，就在那里悔过，悔过就说，她就回来照顾婆婆了嘛。这后来，在不久的时间，在也还不到过过月的时候，她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嘛，弟弟的病好了。对，所以说啊，这很关键的呀，这个。对，所以说这个家庭能不能乱说话，看到没有？不管是这个外婆啊，对这个自己的女婿，对，不能乱说话，你们都要注意，都要注意。是。都要注意，我们每个人都管自己，管自己，把自己管好了，这个世界它就变化，明白没有？管别人是假的，只有管自己是真的，明白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反过来你看，每个人都把这个过悔真了之后，这个家庭就回来了。你看这个女婿实际上是离家出走了，看到没有？是离家出走，就是跑了不回来了，也气了，看到没有？你看这个男女这个家庭，这个男女这个阴阳这个角色，你看这个受伤，一个个的都连累的都受伤。本来按理说这个婆婆啊，本来这个叫什么，这个丈母娘，他实际上是说他的女婿，他是为了他的女儿，对不对？可能是说了一些，肯定是看，肯定又看了他有不满意的地方，对不对？他
他说了这句话，说了这句话就把他这个女婿伤了，伤了女婿的当天就伤了他的儿子，看到没有？然后那个他的女婿就走了，哎，他的肯定女婿内心也升起了很强的这种埋怨之心，因为被他的这个丈母娘这样说，看到没有？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一定要从自己身上去找问题，看到没有？不要去找外面。哎，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因缘不一样，也许他的这个领悟力没有你这么强，但是你领悟力越强，你越应该自我认识越强，要从自己身上去找啊，就是这样子，否则的话这个家庭就会被你打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地藏经说了，地藏经这个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了，难言菩提罪苦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就是我们一定注意，哪怕是生活当中你的念头已经纯善了，但是我梦当中也可能还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对不对？有没有康婷做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好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要不用说，不用说做梦了，平时这个脑子里面都在想。对，所以说要训练，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反复的提醒大家，反复的讨论式学习，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太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人人本来就是佛，就是要回到，我们就是要回到找回自己，看到没有？找回自己之后还要怎么样做？就是要训练自己，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好吧？好，下面我们继续那个汤婷啊，最后一段。67，给姑母讲病。王胜说过，我姑姑有心口疼的病，我去劝过她两三次，她都不肯听我的话。我想姑姑是爷爷的心尖儿，极关心的人，我若不把她的病给讲好，怎能算是孝祖呢？想来想去，想出一个道也办法来，我就从反面劝她。我说，咱们老王家的姑奶奶倔强的最大，你手巧，我姑父花一担高粱买一双鞋面，你把鞋绣在花朵，穿这鞋的人头上脚下全都欢心的，这样的人还能背粪筐拉粪吗？你在世上不做活，光吃饭，累死世界一辈子，不是你的罪吗？我一来你就说想我，这是假话。姑母说是真的。我说，我借你衣物当号的时候，我家很穷，你力逼叫我去抽号，我顶着大北风上锦州去抽号，到如今还落下脚疼的病呢。说到这儿，姑母悔得哭了，我也不劝她，是让她把阴气放出去。接着说，那是你要刚强，以为当后妈的刚过门，要把你做的新衣服给儿子们穿上，儿子能说你好。可是衣服叫我当了，你就着急，才逼我赎号。现在我知道你想我，我也想你，但是你不信我。姑母说信你，我说你最信你大媳妇，她一出生你就说听着，她骂谁呢？正是骂你。你若是真信我的话，你儿媳妇若是再骂你，你若能乐哈哈的收了，不用几次的，你的病就会抽到表嫂身上去，她一定得大肚子病。我姑姑这次可照着我的话去做了。过两月，我又到了姑姑家里去，她的病真的好了。不一会儿，她表嫂叫她女儿来请我到东屋去。我到表嫂的屋去，表侄女问我说，你看我妈有病没有？我说没有。她连问好几次，我才说你妈是得了大肚子病。表嫂吃惊地说，哎呀，你真是活神仙呐，那得怎么治？我说住在西屋的那位老太太能治你的病。吃了饭，我又回到姑姑那里去。我姑姑和她儿媳妇虽然东西屋住着，正是因为婆媳不和，向来不说话，所以她儿媳妇还大肚子病，她还一点也不知道。我姑姑问我说，她找你做什么？我说她得大肚子病。我姑姑也很惊讶地说，真的呀，你可真是活神仙了。正说着话，表屋从东屋过来了，屈膝跪下，流着眼泪悔过。从此婆媳和好，表嫂的病也好了。可见悔过是好，病良方，处人妙法，造病要诀，回天大路。对，
这个姑姑和他的这个儿媳妇儿之间，儿媳妇儿不和，嗯，哎，你看得大肚子病有没有？然后还有就是心口痛，心口痛，心口疼，看到没有？嗯，这段也好好分享一下，分享。这个怎么回事？这个汤婷今天是很累吗？怎么老是？昨天晚上没睡，对，昨天晚上没睡好。啊，好的好的，那注意就是打起精神，待会儿马上结束之后你好好休息一下啊。嗯，看你的这个状态，一会儿又手撑着都会倒了啊。好好分享一下哈，来分享一下这一段汤婷。嗯嗯，好好好，这个就是说也是一个伦常道嘛，就是他的姑母对他的媳妇儿，然后姑母他的姑母就想着他的媳妇儿嘛，然后就得了心口疼。就他骂他，看到没有？他们两个人已经达到这种地步了，看到没有？对对，但是呢，王顺就说了，如果你这样，你能乐哈哈的瘦了，哎，这个你不要往心里面去。就是他骂他，嗯、他肯定就是心里面，你想家里面人相互骂，你说能不往心里去？你想一下，假如说你骂一下你，那、嗯、你心里面肯定不知道有不知道有的要去翻转多少次，对不对？对。而且阴的，阴的，哎，就生气了嘛，就生气，生闷气。所以这个王善人先把他的姑姑的这个，先给他这个，先给他姑姑做工作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把他的姑姑劝了之后，把那个阴气放出来，然后让他在这个儿媳妇骂他的时候啊，就是说不要往心里面去乐哈哈受，受了之后就反过去了，看到没有？他儿媳看到骂不动了，可能就那个念就反过来了，反过来就伤了自己气了，自己气了这个肚子就所以就鼓起来了。嗯，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物理啊，这个物理上也是这样的，是这个很真实的，很现实的。那玩意儿都吵架讲那个，哎，他妈的，哎，不生气哪还找病？对，就是这样，所以说大家。那看起来真的好好玩哈，但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这些事情，看到没有？说道就在这个生活当中，你看他们两个啊，都悔过了之后，他们两个就和好了，这个家庭就和乐了。这个姑姑的心口痛也好了，这个儿媳妇的这个大肚子也好了，看到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说。最后那一句话，可见悔过是好病良方，楚人的妙法，造命要诀，回天的大能啊！所以说我们在座的诸位都要干嘛？要干嘛？悔过。哎，要时常悔过，要时常要审查自己啊，这个起心动念，还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啊，就是要这样子啊，就是要这样啊，就是回天大路，就是那个老菩萨那个。外婆经常说的这个光明大道，光明大道，对不对？什么是光明大道？老菩萨，刚刚我跟你讲的，有没有知道？什么方法？外婆，什么方法可以让你走上光明大道？什么样的方法？徐菩萨提醒一下他。什么方法？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嘛，要悔过，徐菩萨，你看你一弄一，原来是你把你把你妈影响错了啊！再给你妈妈强调一下，哎，你说这个悔过的话，用什么办法就是忏悔的比较好？是念那个心咒，还是念忏悔三昧，还是念其他的？那些都是方法，但是就是重要的是，就是要可能要时间，还有你长期的坚持训练，然后他才会进步嘛，需要一个时间嘛，就是这样，不要着急，都好，但是你有没有往心里面去，还有就是你的时间够不够，程度够不够，就是深度够不够，明白没有？都是好方法啊，都是好方法，慢慢的你自己都看得到，我看你这段时间。比以前就是说进步很多了吧，你应该能够观察得到自己的一些东西，明白没有？哎，以前可能还有点蒙圈，还看不到，哎，光是念，现在我是感觉你心能够沉下来，能够看到一些东西了。但是不代表你比以前退步，
看得到更多的一些东西，证明你是已经进步了。但是它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需要功夫啊，就是这样。不要着急，但是也要啊精进啊，这样啊。徐菩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徐菩萨，他这个我们学习他的话，也是帮助我们，要这个要经常找自己的缺点和错，缺点和错误。还有呢，就说，别人如果骂你的话，你就听着，而且不动气，就要开心的。乐哈哈的，反而你不生病他还生病，这种是最好的方法。那你不要去希望别人生病啊，这个念头啊。还有就是下次我的那个问你的时候，你还要不要说谁把那个蜡烛吹的，是谁吹的，告诉我现在告诉我谁吹的，是谁的问题，明白没有？哎呀，谁的问题？以后不要再跟我讲这个话了哈。OK， 好不好玩？好玩啊，团体。我们一边讨论是学习，又在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明白没有？这个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王凤仪跟别人讲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内容，守目圆满。这个王凤仪要干什么事，要以这个天职要劝世化人。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潘婷，是什么？徐菩萨，最重要的事情就放在第一的事情应该是什么？每天吗？对呀，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悔过吗？悔过、不是，就是要回佛国，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天职的事情，劝世化人，悔过当然也是很重要啊。好，下面是这个讲病化人，这个连张氏家，他们家看到没有？这个老公离家出走了，结婚才一个月就离家出走了，结果这个病根在哪里？在他的这个丈母娘说了一句要把他的那个女儿要改嫁，那这个话是有点重了，看到没有，汤平？这句话有点重，就像你妈给你老公说，哼，我要把我女儿改嫁，你想着你老公听的是什么话？他肯定心里面不舒服，他就离家出走，就不回家了，看到没有？然后最后自己还伤着自己的儿子，看到没有？说这个是不是这个丈母娘心里面起的这个不平衡，就是说不公平啊，就是说把这个女婿和这个女儿有区别对待，包括对自己的儿子有区别对待，然后。你看这个家庭就散了，散了之后把这个病根给他找到之后，悔过之后，你看他这个丈母娘悔过之后，然后哎，这个事情就回来，女婿也回来了，儿子的病也好了，看这个厉不厉害，这个商人厉不厉害？所以说大家的起心动念和这个言语啊，都要注意啊，都要注意，不要以为你说了之后别人听不见。一定要从这个听不见，所以说你昨天也在讲了，汤婷，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东西都是自己感召来的，所以说你要从哪里下功夫，你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哪里下功夫？自己身上。对，就是，而且最后就是要查到那个起心动念，就是我们要止于至善，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起心动念完全的所有的念头起来就是善念，都是善念啊，最后达到什么无善无恶，明白没有？就说你。就是这样，就能够，就是你就能够证得这个佛的，就证得这个最高的这个啊，不管你是什么宗教，最后都要从这里下功夫啊。还有就是这个姑母给姑母讲病，姑母和这个他的儿媳妇不和，然后导致了他心口疼，还有他的这个啊儿媳妇啊骂他，然后得了大肚子病，哎，然后都悔过。所以说悔过是好病的良方，处应该是处事妙法啊，造命要诀，回天大路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时常要悔过啊，一定不要觉得我已经差不多了，哼，差不多了那就很危险啊。就是你这个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了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南瞻部洲的这个阎浮提这个啊，罪苦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一
一定要时常忏悔，时常忏悔，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啊，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老菩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说两句，说两句，老菩萨。啊，那你说，说着，说你补充啥子？没有啥子补充的。啊？好好，别想啥。叫外婆，叫外婆，外婆说。外婆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这句话补充的很好，赞叹。老爷子将来成功往那个成佛啊，往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啊。好，你都都。你说，要不然就走了。明天西方极乐是还要骑马坐骑那一节，还要去学，去了之后还要去学习，明白没有？嗯，他那个。你修得好，修得好的话就会来接你啊。对对，就是要敲锣，就是要敲，就是要敲锣打鼓啊，就是要就是要。哦，你上两年以后脑子儿都不痛苦，清醒个儿的，那是清醒百姓的，人家就有阿弥陀佛接你了。啊，你好，你不是又不需要哪个来你？不是，年纪就走了的。加7:40就走了的，你们人走走，我包到那路里去。好，这个有他有没有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你说了不算，这个要跟这个师傅查。那就跟他查一下。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这个老菩萨你要注意，这个你还要那个老菩萨，你要多念阿弥陀佛，要精进，因为这个要。这个最后的这个还是 要不退啊，要多念阿弥陀佛，要多念阿弥陀佛，没事就念阿弥陀佛啊。还有那个念佛机还在不在？念佛机，上次他听那个王凤仪的，有没有给那个给徐菩萨做买两个吗？那买了嘞，买了嘞。要给外婆一个啊，给外婆。啊，要每天就放着，没事就听啊。王凤仪讲的很好的，王凤仪讲的很好，都听得懂，没有听不懂的，就没事你就听，他就一定会懂，明白没有？听久了他就一定会懂的，他就是呢，就是石头他也会开花的啊，就是这样的啊。好，大家双手合十，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来来来来来来来，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感谢师父的加持和帮助，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再见，再见，我要去上班了，再见，再见。